just words. I got more than just words. You bring me songs, sweet like the birds. So I got more than just words.这个做起来真的非常简单，但是其实有一步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。坚果烤制超过15分钟以上，就会慢慢出现焦糊的味道。如果在这个时候糖浆还没有烤干，那么坚果就还是粘手，并且它不会脆。最理想的状态就是15分钟左右的时候坚果熟了，同时糖浆也收干了。所以你可以根据这个标准调整第一步收干糖浆的程度。在收干糖浆的时候，如果发现糖浆开始粘稠并且划过了勺子之后波纹没有直接散去，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。